5月23日，2018行走的力量在北京正式启动。今年行走的力量的主题十分特别，聚焦情绪。我们行走的力量从今年开始，我们尝试一下，我们一起来觉察自己内在的情绪。因为有些时候我们缺少觉察的时候，情绪就会胁迫我们。启动会上，陈坤也和大家分享了自己的情绪故事。我呢是一个平时经常打坐，完了之后经常会提醒自己保持对生活和对自我觉察的人。但经常有一些时候呢，我会因为莫名其妙的误解，什么说在我一个朋友圈，我说哎，你跟谁谁谁好了是吧？这个事情的时候，你知道吗？你跟谁谁谁不好了吗？我解释显得我范儿很低，因为我一直还是有一个我年轻的时候有一点偶像包袱。我觉得我跟你解释，是不是觉得我很在意这个事儿呢？就是我自己被我自己的偶像包袱捆绑。原来我们坤哥偶像包袱还挺重，现场还跟摄像大哥皮了一下。不是，我中间，中间在中间，往中间，中间。对，为什么这么低的拍我？想把我拍得很胖吗？要么就要拍就站起来。我跟你讲，我也有情绪哦，我们在管理情绪当中。其实没有啦，行走的原生态坤哥更帅气。看状况，我其实大部分没有什么偶像包袱，但是在做行走力量的时候，我会提醒我自己，更欣欣向荣一点，或者是说我在行走的时候要更自在自然一些，因为我很希望通过行走的时候，我会作为参与者，我自己先打开我的天性，完了之后会拍到传播出去。我希望每一个大家，不管我们身上有什么毛病或者是不完美的地方。或优点，我们都释放出来，展现给大家。因为真实表达本身是需要勇气的。其实，在我们现在的社会，除了分享自己的情绪故事，陈坤也在现场填写报名资料，成为了2018年首位报名的行者。启动会现场，行者招募通道也同步开启。非凡娱乐北京报道。